大家好，我是何贝贝，2022世界古筝大赛的评委之一。我在美国洛杉矶邀请大家来参加这次比赛。本次大赛由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主办，面向世界各地的专业和业余古筝演奏者。古筝虽然是一件中国的传统乐器，但它被全世界不同国籍和族裔的人们所喜爱学习，当下已经成为在海外最受欢迎的中国乐器之一。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比赛，以古筝为纽带，连接海内外对中国音乐和文化热爱的人们。参加的选手们能通过本次比赛向世界展示自己在古筝上的造诣和音乐表达上的才华，并能与其他世界各地的选手们交流，互相学习。请大家在11月30日之前递交你的演奏视频，我和其他评委们期待着观看你们精彩的表演，并预祝各位选手们取得好成绩。加油！